饭，你叫他给你拍完好。视频啊。一般你现在要弄的都是拍两段视频，就把视频合起来，中间重复的动作切掉，不就好了？这是啥问题？这个东西还拍？你已经搞过多少趟了？拍一个，这是让他弄得好一点。这是要编辑，等于是你一些不必要的时间，你就把它剪掉，我让它编辑一下，那就浓缩成一个短的视频，对吧？别人看也清楚。短视频的呢，我们就给你。你可以用是可以用。盖子呢？温州今天早上自己开车过来的，住在上啊，啊，还有其他什么？不，他正常的在上海，他现在是上海。